接杀出局，就在紫色彩带满天洒下，义大八号确定夺得下半季冠军瞬间，球员们冲上场庆祝。而在休息室角落，总教练叶军章也开心和球员以及教练团紧紧拥抱。无敌铁金刚没被今年上半季连败和转卖低潮击倒，成功带领义大下半季逆势突围封王，冠军着实得来不易。踏上球场庆祝时，激动落下了男儿泪，红着眼眶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模样令人动容。而事隔一天，叶总心中澎湃的情绪依旧，也是因为一直都没有拿到季冠军这样，所以当然球队才会一直想要把它卖掉。好，那当然在这一年过程当中，其实有很多点点滴滴在心里面啊，这样子，所以感触会比较多一点点。总教练泪洒球场，甚至比球员反应还要激动，子弟兵也都是感触良多。他也不像一个总教练，他就像球员一样，跟着我们每天风吹日晒，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努力，我们就像朋友一样。所以当下看他落泪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内心也是很澎湃，也很感动。总教练蛮认真在这个球队嘛，他用很多心思在这球队上面，包括说教导很多新人啊，真的很用心。然后就是好不容易真的有这个机会，然后拿到季冠军这样子，对。掉眼泪，我也觉得吓一跳，哎呀，奇怪，怎么在里面哭那么久都还没有出来？因为可能压力真的很大，对啊，看起来我打那么久的球，没有看到他哭过，对。其中火哥张建明在新农牛时期和叶军章是多年队友，两人累积深厚交情，共同夺下冠军，感动不言而喻。不过在庆祝时刻，感情越好，泼水当然就是要泼得越惨。蜂王第一时间就是大桶水直接浇下去。这个赛前我就问叶总，我说滚庄，有学弟叫我问你说，如果今天蜂王可不可以喷水？然后叶总说，只要蜂王喷沙子都可以啊。我说哦好，那我会跟那些学弟讲啊。哎呀，那个学弟就是我。哎呀，对。看看火哥多么处心积虑，不但准备好大水桶，还事先跟转播单位沟通好，让镜头捕捉下精彩画面。再次恭喜义大蜂王，也祝福叶总继续带领球队打出精彩与感动的比赛。未来体育新闻采访报道。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。